为什么又进来？因为我们的命运之轮又要开播了。我先来看我们家的嘟嘟，不是 QQ 还继续在泡水耶。我们的占星大师的小助理还继续在泡水，他头还在里面，只要是活的，我开始怕他死掉。他连头都泡进去，很热哦。你看，哎，他头好可爱，照不清楚，没关系，反正他是活的，他还在泡水。好，哎，嘟嘟起来了。嘟嘟好乖好乖，你有没有大便呢？没有，可是明天要吃老鼠咯。好，哎呀，小黑王蛇也出来。好，那我们要进去继续拍命运之轮了，你们哈哈在这里。我把它换位置是因为我不想隔洞，然后这边有窗子，所以这样它就可以有风跟太阳。那它这边有洞，所以它一样，所以把它们两个换个位置，我就不用再隔洞，不然我很累。它也在泡水。然后这是在泡水，那一直不吃饭。好，那我们白猫占星大师的占星时间要开始了。占星大师，我们要开始了。这个节目居然是芬迪赞助的，害我不知道说好还是不好。我对芬迪的印象后来没有很好。好，来，我们要开始了，打开命运之轮。通过白猫占星大师霞霞，会叫耶，神奇的预知能力，为您揭开各星座不为人知的隐藏秘密。啊，占星大师，我们今天要录什么呢？今天就继续咯，先占星座好不好啊，占星大师？好，占星大师。不用哦，不用占星座，今天不用占星座，那今天占符文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哦，那我们今天占符文哦，占星大师示意说今天不用占星座，今天占符文，舔脚脚，那我们今天就占符文吧，真的，今天不占星座，占符，塔罗大师，你有没有把肉肉吃掉？我帮塔罗大师买了两大盒的肉，他叫我买两盒，我不知道是要一盒做给那个小花他们，还是两盒给他，但是反正我们也要一次做起来，我们也要做一大堆的肉肉。那我们今天占符文，先占第一个符文，占星大师第一个符文是这个东西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看一下。就是那个美迪亚什么什么，哎，是吧？意大利那一片。今天沾的是这一个是哪一个？我看一下。哦 ，Canas 火花。火炬暖意热情创造力企划设计能力感情尝试付出多的一方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沾第二个符文。然后我受不了我们家的冷水机一直跑不动。我们决定斥资买新的冷水机。算了，不管它。希望它寄来可以用，不要太大台，那是人家给我建议，人家都叫我买大台一点。可是他不要不能用，不能用我会翻脸，因为那很贵。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北欧奥丁神 ，Ansus 嘴巴，北欧奥丁神智慧沟通 ，Music Point 考试学习。那还要沾第三个吗？塔罗大师不准再吃饲料了。占星大师要不要占第三个符文？要吗？要叫一下踢腿，舔手手，不用哦，那就两个就好了。那今天就这两个咯，不用第三个吗？不用哦。
不用，好，占星大师示意说不用。那我们今天要占什么？没有。那这就是今天的两个符文，简单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那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的那个球蟒预测疫情，它继续的泡水，所以它真的球蟒预测疫情，它继续的泡水，所以我们的预测是明天还是差不多，真的还是差不多。那预测疫情，对，你看占星大师就是说很累，睡觉。我们预测疫情，明天还是差不多，也不会变。有没有变严重啊？没有哦。有变严重的话叫一下。没有哦，就是一直这样子，很累，担心疫情。塔罗大师，你不要再吃饲料，你有没有把罐头？你有没有把肉吃完？我可是帮你加肉。啊，真心大师，啊，那明天疫情不会更严重哈？会吗？不讲话，就是不讲话，不讲话，动耳朵，抓痒，这是秘密。但是反正我们的球蟒继续泡水，这是秘密哈。好，塔罗，然后跟塔罗大师讨论完，我们最后还是决定买冷水机，然后再买完装好，再把那台旧的卖掉，卖给用量尺缸，不然怎么办？又多花了一笔钱，气死我！占星大师，你们两只怎么那么坏呀？好了，占星大师赶快吃饭。塔罗大师，到时候出国我要打 COVID-19 的疫苗，你要打那个什么狂犬病疫苗，我们两个一起打疫苗。大家现在很有同理。动耳朵，出门都要隔离14，出国都要隔离14天，很有同理心，要包起来，不能乱动，很有同理心。然后今天又帮他很烦，没有他的还没那么烦。那个，因为我本来冷水就想说，预计今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要准备出国，就是已经在弄，干他们一直拖，还有又要再花冷水机钱。干你脸！我的节目都骂脏话，然后不过贝克后我就再帮他加保，他的那个什么宠物保险是只有一年，就帮他保到6月，因为他那个是一天都不能断刀针，因为想要对他出国，就会把鱼缸送人了，烦死了，不讲了。